用 Mango Tango， 我是 Mang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手机游戏呢叫做《Bomb Ways to Die 2》啊。那么这款游戏呢，之前第一款我是稍微的玩了一下，那么好像这第二部呢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出来的，那么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玩的游戏。那么话不多说，立马进来啊，看看这个游戏是什么样子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它是好像去了一个这个旅游的城市吧，可以看一下有各种地方啦。虽然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反正就是有码头啦，啊，有酒店啦，这个还有什么什么鬼什么鬼的咯。然后呢，应该是要去选关吧，我试一下先选最左边的这一关。它这里说的是什么东西啊？I don't know. 哦，这是别人的分数。还可以 link to 那个Facebook， 那么就是别人的分数最高分是好高啊，10900多，那么这是要干嘛 ？Pick， 跟你，喂，什么？我去，我操！那这鸡把我杀死了。这第三个呢？啊，啪！好吧，那么这是不是零分告终？我的天，我都不知道他这一关到底是干嘛的，然后我就死了三次，就全死了。那么这一关是什么？哦 ，shake 吗 ？shake， 呜呜呜，摇啊摇啊，哎呦，100分。好，那么这一关地图是这样子的 ，OK， 哎，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 ，yes， 哎，就这样子吗？还要自拍什么鬼？那么我，怎么？我拔鸡毛！啊，是拔鸡毛！我这个是干嘛？咚！他把内裤给这个是干嘛啊？放在这里，然后呢？眼镜都给吹掉了，再来一次，这次会玩了，帮你自拍啊，第一个100分，哦，尬舞，哎，一二，噔，哎，噔，看你想怎样，呜、哦，我操，什么鬼龙卷风，叮铃铃，哎呀，啊，脚断了也能过，OK， 哦，我去啊，要转我，哎，没转好，这样被吹死了。这条路是走这一边 ，OK，Hello，、okay， 这不会被箭射到了那些，哎呀呀呀，哦，灯闪亮亮，哎，我去，这是内裤穿的，哇，晒成这样，咦 ，shaky。哎呀呀，把音乐都给睡光了！哎，这个可以，哇、哦，终于过了这一个！哎，啊，我不是转好了吗？为什么转好了也死了？刚刚我不是转，然后为什么把自己喷死了？我不懂，好吧，这我已经。赢了50%的人了，800%的人了。那么这一关呢，哈、啊，我其实赢了一个金牌了。那么去玩下一关，那是吧？啊，这个火车，哎，什么鬼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40？好吧。我知道了，这一关这个是什么探啊？一个小镇，然后应该是有这8样东西可以玩。那么先试一下，我去，这要试吗？啊，死了不是要摇吗？哎 ，fine， 嘣，又死了。我跟你游，跟你后面有杀人鱼，哦，有吃人鱼，哦，喂。给人咬了，哎，这个是要干嘛？To the pool， 跳下来，
滑倒，我也是醉了，刚刚在走的时候叮叮啪一下摔死了，哎呦我的天，醉了醉了醉了，啊，什么？哎，这个是要干嘛？被鲨鱼吃了。哎 ，to the pool， 我走。好 ，OK， 我要潜水路，小心啊，不要被炸弹给炸到。摇晃我的手机 ，OK， 快过关了，快过关，哎，有个，哎呀，哦，要吸，哦哦哦，没事，我已经拿到了那个宝箱，哎，喂、哎，拜拜，我操，又死了，好吧，玩第二次才拿，还是140分，和上次一模一样，没事，我再看，哦，这一关是怎么玩的？这关，哎。哦哦，把它往中间拉就好了。哦哦，把它控制，走走走走走走，狂点狂点那个屏幕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在水里面。哦，这个是要躲个鲨鱼，呜、哦，再躲个鲨鱼，叮叮叮叮，是只有两个牙齿的它。OK， 这个是要跳到那个跳。六六六六，他这么大一个能跳那么小个水壶，喂 ，shake it shake it shake it， 啊，又死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哦哦，帮刷牙，帮你刷干净，噔噔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两个猿人要拿我去烤掉吗？他走过火堆嘞 ，OK， 叮，喂。我给你踩一下，哎，哎，哎，啪，呜、哦，六六六，钻木取火吗？呜、哦，左右左右左右，哎哎哎，呜、哦，哎，这个点这里，点这里，点这里，叮，我跟猴子爬到最顶了。就这样子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谢谢谢谢，哦，原来是在表演。OK， 要抓鱼，抓到鱼，熊就没得吃了。Yes， 嗯 ，Sorry，OK，、okay， 啊，什么鬼？我还没开始，我都还没开始，然后就我已经在 top 80， 500分就 top 80，那我再试一次，刷，叮，100分 ，OK， 这个是左右的，哎，我去，又是死在这上面 ，OK， 虫子，直接点就好了，就打开我就点就好了，哦，抓鱼抓鱼抓鱼。一条鱼，两条鱼，三条鱼，噔！下一关哦，左右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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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喂，哦，终于过了这个，哦，好，啊，没关系，继续到下一关，跟下一关是什么？能来这里吗 ？OK， 东方 tap to 什么 keep safe， 啊啊，那你什么鬼？我一直在点屏幕，但一点用没有。好吧，那么这一关又是。我去，这肯定是十八禁，妹的，这人，哎，举重，喂 ，hold it， 哦，要保持平衡 ，OK，yes，、okay， 我是，哦，太重了 ，OK， 喂，嘣嘣嘣嘣嘣，好，又来100分，哎，嘣。
是这哎、欸、，jump， 耶、yeah, 哦！我的头发 ，OK， 哦，差点没被射死。我撞，呜，嘣，哇，爆炸了！嗯，这款游戏不错，噔嘟，哈原来是要躲闪电。哎，这个呢？这要干嘛？这要干嘛？无限的那个标志好了，我会给你，嘣，又来了，要炸死他一次。不是，呜！转，我的屏幕都要烂掉了，我的屏幕都要穿掉了，着火了！哦，啊，这个撞的我屏手都要着火了，撞！失败了，好吧，这一关最后还是被电死了，可以看到最后这个照片啊，可以 share 去这个 Facebook。OK， 那么今天这个游戏呢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，叫什么来着？这个游戏叫做Dump 什么鬼啊，忘记了，那、啊、没关系。好，那么今天这款很有趣的游戏呢就为大家带来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游戏呢可以去 Apple Store 下载，那么名字呢我会在下方啊那里标注，如果大家去搜索这一个游戏那就很快就能找到，还可以去下载玩这个很好玩的这款游戏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呢啊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呢也可以点 like 或订阅我们啊，也可以去 follow 我的 Facebook 去留意我更多的近况。好，那么今天呢就这样子了，这款游戏真的很好玩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大家再见。